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的環節，會跟大家跟進回編號1093石藥集團的業績，就是他們公布了首季方面的表現，會和 Harry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阮子希傾傾1093最新的情況。早上你好啊 Harry。 你好。我都跟進回先，暫時股價就偏軟，變動性不是太大，跌緊7仙去到7.71。剛剛都講到的，他首季方面其實大數就真的交到下功課啦，講緊第一季啊，多賺咧有53%咁多，咁啊去到超過4億元噶。咁啊，另外每股基本盈利咧就有6.78仙啦，咁啊就唔會派息嘅。另外收入方面咧都有個穩定嘅增長啊，咁啊升咗7.7%，咁去到咧27.82億元嘅。咁啊，另外咧毛利方面咧更加講緊咧就係增長有27%咁多啦，去到超過12億元啦。嗱，咁啊都先同大家跟進下咧，就係大數方面的情況先啦，尤其是咧就係話見到嗰、那個呢一期嗰個日利咧，亦都有個強勁嘅增長啦。增幅方面咧都有超過50%咁多啦嚇。咁啊當中咧，其實佢哋做好多範嘅業務嘅，咁啊唔係每一範都好嘅。成藥咧就係一個增長嘅動力嚟噶啦。嗱，比如先同大家跟進翻啦，就係成個大數方面啦，收入方面增長就咁多，會唔會話嚟緊都可以 keep 到嗰個高基數嘅增長？因為都有翻嗰個新嘅業務來源就係成藥方面咧。如果你話咧，即係睇翻石藥啦，嗱今次。業績咧，如果你睇佢啲大數字咧，好明顯就係嗰個純利係一個亮點啦。咁見到都升成50%個外啦。咁但係咧，你睇翻佢嗰個營業額上邊嚟講咧，就做得一般般嘅啫。咁我哋見到咧，都係升8%，一啲單位數字一個升幅嚟嘅。咁但係咧，就其實係咪應該去咁樣睇咧？就要睇翻個收入。咁所以導致到而家嗰個股價表現咧，其實就做得麻麻地咧。我未必咁睇嘅，因為咧，其實咧就醫藥股啦，我籠統啲咁講咧，其實咧今朝嗰個升浪咧，佢就比較即係叫做咧。啲資金咧唔係咁追捧一個板塊，咁所以咧就算石藥咧，如果你用大數嚟講咧，特別咧大家要睇一睇個毛利率啦。嗱個毛利率咧，如果你用2014年咧成年去計咧，其實就已經升咗7%，就由31%咧上到38%。你用第一季嘅數字嚟講咧，仲要升到去44%嘅，即係如果你計百分點上邊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明顯嘅升幅嚟嘅。咁呢方面咧，我就俾個 like 佢啦嚇，咁好明顯咧就係見到咧，即係。毛利率的上升咧，就係公司咧控制呢個嘅即係銷售成本嗰方面咧做到下功課，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主要咧嗰個收入啊或者係個銷售嗰方面嚟講咧，其實唔係升好多。咁點解導致到嗰個純利咧，其實係有個咁明顯嘅升勢咧，就係在於嗰個控制成本嗰方面咧，即係集團咧係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咁另外咧就即係通常見到啲即係收入啊或者係講個純利咧升幅咁多嘅時候咧，觀眾都可能會打咗感嘆號，會唔會話有啲其他嘅收入或者政府補貼咧，嗱我睇咗第一季份業績，暫時裏邊啲細數咧，其實咧都冇相關嘅一啲嘅補貼咧，令到嗰個嘅即係成個純利咧係有個水分喺翻度，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呢份業績啦，咁可以即係落總括嚟講咧，係一份幾靚嘅業績，特別係純利嗰方面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幾明顯嘅升勢嘅。嗯，好，咁啊你講到大數方面咧就唔錯啦，其中一個主因咧就係話嗰個銷售成本咧就控制得宜啦，令到就係話冇乜水分嘅。我哋再深入少少睇業績咧啲嘅即係細數先啦嚇，咁啊睇翻佢每一個業務咧去做翻個評論先啦。嗱，有成藥啦、抗生素、維他命 C、咖啡因啦，同埋其他嘅業務等等啦。咁啊啱啱都提到噶啦，節目一開始講到就係話成藥方面嗰個業務咧，亦都係佢哋集團主要嘅增長動力嚟嘅。咁啊講緊咧就係話佢嗰個銷售總銷售收入嚟講咧，達到就係話超過8億元啦，比起去年同期增長咧有接近37%咁多啦。咁啊呢一份就非常之好嘅，咁啊交到阿大數。不過咧，其他嘅業務好似就係話維生素 C 咁樣咧，佢個表現就比較差啲嘅。如果再睇深入少少咧，就係講緊嗰個日利啊，分類嘅日利咧，尤其是就喺維生素 C 方面咧，虧損有個擴大嘅情況嘅。咁啊，點樣睇翻呢個情況咧？因為之前咧就係、是、即係。都幾誇張啊！擴大個幅度，咁會唔會話即係好似拉上補下咁咧？咁啊會唔會話如果齋靠成藥咧就唔係好掂？因為其他業務咧好似有個跌幅拖累咁嘅情況喎。嗱呢個咧就睇翻咧嗱石藥咧就先前咧講緊2年前到啦，佢做咗好多收購合併，就造成咗咧達至今日呢個嘅即係石藥集團呢間嘅股份公司咧。咁以往咧佢係做開咧就係一啲嘅原料藥啦，同埋咖啡因為主嘅。咁樣咧，如果你話睇翻咧，即係整個集團嗰個
發展咧，其實一路咧都見到咧，就係譬如你頭先所講維他命 C 嗰部分咧，呢方面咧其實咧就喺就算整個即係全球嘅藥業嘅市場嚟講咧，都係產能過剩。咁我哋見到咧維他命 C 個價格啊，如果你即係你 check 翻一啲咧，即係本身醫學嗰啲嘅報告同埋一啲嘅即係全球嘅調查咧，就一路個價格都會跌緊嘅啦。咁所以咧就見到咧呢方面咧就係嗰個分類嗰個嘅即係虧損咧，亦都有個擴大嘅情況。暫時嚟睇咧，咁呢個咧亦都係繼續會拖累住咧，即係石藥嗰個嘅發展嘅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其實咧我都記得咧，即係本身咧石藥嘅管理層亦都有講過啦，即係呢方面嗰個發展咧，佢哋會減低嘅，亦都見到咧可能好大機會會甚至賣走佢嘅。咁如果你話賣走咗咧，對於石藥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幾賴嘅一個嘅利好因素。咁對於咧即係你會見到咧，即係維他命 C 咧或者係咖啡因呢方面嚟講咧，嗱點解會有咖啡因咧？其實咧即係好多時觀眾咧，你買啲藥品咧，點解可以咧令到大家無睡意咧？就係其實佢加翻啲咖啡因落去，咁呢啲係一個原料藥嘅其中一 part 嚟嘅。咁呢方面咧，我見到咧，即係無論維他命 C 又或者係咖啡因咧，都係有一個嘅營業額都有個下跌嘅。好明顯見到管理層咧係想大力發展成藥嗰邊，就多嗰啲原料藥，由呢個原料藥啦，同埋呢啲嘅即係維他命 C 咧轉過去做成藥嘅。咁所以咧導致到咧，即係呢幾年咧，我哋見到嗰個嘅即係所謂嘅營業額個大數上邊咧，唔係增長得咁多一個嘅主要嘅原因嚟嘅。咁啊睇下嗰啲成藥啦，咁你頭先講緊嗰個數字咧，成藥嗰邊係特別咧，即係買石藥咧就要買創新藥嗰 part 嘅。創新藥嗰 part 咧，其實咧佢自己咧就有一啲咧，即係譬如肝病啊，又或者係咧甚至係腫瘤科嗰啲嘅藥物。咁呢方面咧就係準確地捕捉到咧成個 market 最高增長，亦都見到咧個毛利最高嘅 part 嘅。咁所以咧就我會覺得咧，即係成個石藥大家買落去係點樣睇佢個公司嘅發展咧？就係睇佢創新藥個 part 個增長力度可唔可以 keep 到一個好高速嘅增長。而咧我哋見到咧拖累住佢嘅業績嗰部分，包括維他命 C 咧同埋咖啡因呢邊咧，可唔可以嗰個佔比一路一路咁降低嘅？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此消彼長之下咧，我覺得咧今次呢份業績咧叫做交到下功課，尤其是咧成藥嗰邊個毛利率咧亦都係擴闊緊嘅。明白，好啊，咁啊成藥方面嗰個收入佔比啊最高啦，如果睇翻佢業績方面，你都講到啦，就話公司可以食正嗰個浪潮啦，同埋做翻啲高毛利嘅藥品嘅。嗱，你講到咧就自然諗起個定價問題，因為之前咧喺四月尾左右啦，咁就話法改委啦嗰個價格司長都話咧要開放大部分嗰個藥價嘅即係藥品嘅價格啦嚇，咁就希望咧就做到好似市場化，將個價格就供應同埋嗰個需求咧就平衡翻啦，將個價咧就唔會話又寫得太低，寫得太高咁樣嘅。咁就會唔會話可以受惠翻呢一方面嗰個國策嘅咧？因為如果係當時咧呢一個政策出嚟嗰陣時咧，感覺上呢只股份咧嗰個股價就唔係話升得太多啦嚇。係咪感覺上即係受惠嘅程度有限咧？會唔會話即係喺國策方面有啲咩可以留意咧？國策嗰方面咧，對於佢咧即係四大業務嚟講咧，其實每個業務嗰個發展咧或者個利好因素有少少唔同嘅。頭先講到啦，即係成藥嗰邊咧，特別係成藥裏邊嘅創新藥咧，即係一啲嘅即係專科藥嚟講咧，就一定係一個利好嘅。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話咧，即係開放咗個價格之後咧，咁大家就唔使再驚咧，即係嗰啲藥物減價嗰啲情況出現咗啦。咁對於咧，即係特別係石藥啦，如果你話肝病藥或者係專科藥咧，喺內地嚟講咧，唔係話有咁大嘅競爭咧，佢哋個價格嗰個嘅即係定價能力係會提高嘅，呢方面係一個利好因素嚟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其餘嗰三範嘅業務包括緊啲乜嘢咧？抗生素，我哋頭先所講嘅維他命 C 同埋一啲嘅原料藥裏邊嘅咖啡因咧，就一定係一個利淡嚟嘅，因為咧呢方面嗰個競爭就好大嘅，係啦。咁但係還好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睇翻嗰個收入嗰個佔比，同埋即係分佈日利嗰個嘅佔比上邊嚟講咧，成藥咧其實就已經佔咗好大 part 啦，係啦，咁所以咧個影響性咧，我相信係有限嘅。咁所以咧就睇下啦，嚟緊第二季啦，石藥 keep 唔 keep 到呢個高速增長？咁我覺得咧，其實咧今日個股價表現咧就應該因為嗰個嘅即係本身個業績做得咁靚係有啲反應嘅。咁始終咧，你對比起個估值同埋現階段嗰個日利個高速增長上邊嚟講咧，依然咧我覺得嗰個嘅即係估值上邊咧係偏低嘅。
好似我覺得反而貴少少喎。嗱，1093 P/E 方面咧，去到成超過35倍啦嚇。咁啊，而家現價去到7.72嘅，暫時兩個交易之後咧就會除淨翻啦。嗱，如果我攞只大隻少少1099國藥啦，今日股價非常之亮麗啦，創咗52周嘅新高，41.75，佢嘅 P/E 咧都唔夠30倍喎。咁我會唔會話好似要買，反而買翻只1099好過買只1093咧？嗱，如果你用技術層面上面去估值嘅話咧，1099應該低過1093好多嘅，因為1099做藥房嘅啫嘛，其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即係睇下你用邊個角度去睇啦。嗱、如果你話國藥點解升得咁犀利咧，就因為內地嗰啲資金咧認識呢只股份啊。石藥嚟講咧，其實咧就都係即係啱啱先重組完，係啦。咁我哋見到咧呢個品牌咧喺內地嚟講咧係有人認識嘅，咁但係對比起國藥裏邊啲藥房啊，又或者物流嚟講咧，嗰、那個嘅所為人熟悉嗰個嘅程度上邊嚟講咧，當然係爭好遠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現階段咧1093交到出業績嚟講咧，其實個股價咧要 keep 住向上嗰個嘅力度上邊嚟講咧，應該唔錯。咁而家現階段咧，其實如果你係用基本因素去睇咧，我覺得咧係如果你話落到去7.6呢啲位置咧，其實抵吸呢只股份嘅。好啊，咁啊唔該曬 Harry 先啊，我哋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咁多謝曬你1093嘅詳盡分析。我哋先休息一陣間，轉頭翻嚟會有問答環節，唔好行開。